天选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，还没从 AMD 的线程撕裂者二代反应过来， AMD 又在图形显卡搞大事情。在 SIGGRAPH 2018图形大会上， AMD 正式发布了新款专业显卡 Radeon Pro WX8200。 AMD 号称可在$1000以下提供最佳的工作站图形性能。这颗显卡的核心来源于 RS Vega 56，但频率要比 Vega 56还要高，拥有56计算单元，3584个流处理器，核心加速频率最高1500兆赫，搭配上2048 bit、8GB HMB2 高带宽显存，等效频率2吉赫，并且支持 GMECC。 在性能方面，单精度浮点运算能力可达每秒10.8万一次，热设计功耗略微提高到230瓦，采用6+8 针辅助供电，拥有4个 Mini DP 接口，可支持 8K 超高清输出。 WX8200 的主要对手是隔壁老黄家的立台 P5000 P4000。 WX8200 无论在渲染、媒体、娱乐、VR 性能均能完胜，特别是多线程性能， WX8200 同时运行多个测试软件，性能竟然比 P5000 快13倍。对于专业显卡来说，驱动和应用支持同样重要。 AMD 宣传 Radeon Pro 专业显卡驱动认证通过率达93%，远超过对手的82%，而且每季度固定更新，获得了业界众多 ISV 软件开发商的认证支持。目前这款 WX8200 专业显卡定价$999，即日起在美国首发上市。虽然拿新显卡和别人家的旧显卡对比是个套路，但是浓起翻身之大旗可真是被举高高了。接下来看看 AMD 在消费级显卡上能否把翻身大旗举得更高。